个销售游戏公司副总经理赵怀军先生为获奖运动员颁发奖金。好，祝贺林丹和陈龙在这次大师赛当中最终是打进决赛，分别获得冠亚军。那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第三项决赛女子单打冠军争夺战，由中国队的汪欣迎战丹麦的拉斯姆森。稍后我们再回到现场为大家介绍这场比赛。